那比拼呢，一共是两轮。第一轮的每队派一名王子，蒙眼背起公主，原地转五圈之后进行比拼。第二轮呢，是我们每队派两名王子，蒙眼用手抬轿子的方式抬起公主之后进行比拼。公主需要扯掉其他公主背后的青蛙玩偶，青蛙玩偶被扯掉呢，该队就淘汰。刺激了，精彩了。那么各位请注意，这一轮依然是得分最高的队伍可以拿到线索。我们要赢，然后我就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。不是不是，我就能查出他的身份。我去查查你，相信不相信我？我特别希望我们队能抽到这次机会。怎么呢？因为你很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很排斥我。他们非常排斥我，他们老哎呀，我们俩就是一副蛙相，眼睛太大了。我觉得不是你就是你，这里如果有一个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他都已经腿受伤了，他不可能再做坏事骗人了，对吧？先开始比拼之前，我先访问一下文文，这次魔方世界的巡演会有这种公主风的造型吗？不会有，真的很少看到文文。他劝退了我这演唱会。我刚才看了半天，我说妹妹你哪位啊？于文文永远是在录节目的时候穿一些自己不想穿的衣服。超可爱的啊！那我们现在呢就进行第一轮的比赛，每一组呢要派一位王子来背起公主，剩下的人跟我们一起到旁边去观战，好不好？来，好。哇，我老秦好自觉哦。三队可以先决定一下自己要派出的队员们。首先，子玉这队派出的是弟弟丁程曦。我来。文文这队派出的是大熏花。然后那个超越妹妹，你们队派出的是大哥，对不对？信他吗？哎，我是背周深慧。要背公主了，只能背公主，只能背公。你礼貌吗？你礼貌吗？一下得罪俩。要不我背你。我来。现在各队可以来到指定的位置了。来来来，有三片荷叶，文文这队就在这儿好了。大哥你们队来这儿，子叶你们队在这儿。你不会背不动我吧，弟弟？你才多重、啊？你才多重？你瘦这么多。好，来，请男生戴上眼罩。好。请王子背起公主。这边是左，这边是右。这边是左，这边是右。我也知道是这边是左。请王子背起公主。好，可以了。请王子原地转五圈，开始。一、二。哎，有点晕了。三。我不太行了。我被晕了呀！谁晕了呀？好，可以了，来，开始。哪边？直走。好，现在两队已经挨得非常的近了。在左。咱们没了。没事了是吗？左边！恭喜于文文队！哇，狠不狠？我说他胜负欲，可不可怕？好，可以放下了，可以放下。所以最先淘汰的是杨超越队，积一分；第二个淘汰的是孟子义队，积两分；然后我们胜利的是于文文队，积三分。我就在后背，我的后背感觉到他真的很努力。左边。不是，我告诉你是这样的，中间有一个瞬间，于文文已经被子义拽到这儿，凭借自己的核心，弹射起来拽过来。昨天晚上文文到了长沙，问他在干嘛，在做体能训练。好，我们第一轮的第一小局结束，马上开始我们的第二小局。第二局呢，我们可以更换自己队伍里面的王子。这个是必定的条件吗？必定条件。必须条件。好嘞。这有点为难深深老师。不为难。他这么就好简单。
不为难吗？第一次狡辩的如此的不为难，不成功。你可以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可以吗？哦，来来来，你还是按照你的，你就左左右冲，对吧？你就喊。这是加油了就会改变的事实吗？心理压力不要那么大。杨迪加油加油，呜！好，我们第二小局，各位请就位。我好不忍心、啊、请男生戴上眼罩。好，请男生背起女生，来吧。好，请原地转五圈。二三，完了，孟子义已经晕了，有点。完了，他晕了。现在是小雨没事，子义晕了。哇，好晕。三圈，三圈，还有两圈，还有两圈，加油！好，缓一下，缓一下，缓一下。这边的腿已经开始抖了。四圈，好，来开始，开始比赛，开始。直走，直走。直走，直走，直走。后退，往这儿走。孟子义往前走，往前。朱思思，好，朱思思率先淘汰的是于永文队。没了，游戏结束。率先淘汰，我都要淹死了。可以了，赢了，可以了，放下吧，赢了。好吧。深深被点燃了，不肯放下，我吧。刚才那一轮是于文文组一分，然后孟子义组两分，然后杨超越组三分。简单来说，这两轮比赛来就像没打过，因为每边都是积了四分，每边都积了四分。对，所以接下来的这一轮非常关键。咱们就是一个加油。参与我们的游戏吧，你。我怎么参与？你是捏我们还是你喊刺身？刺身。刺。我就这样，这边。可以。这一轮一定要赢，我们才好测测他的身份。对，你上一轮表现成那样，你害不害怕？好意思说呀？我那么积极就是为了测他的身份。你哪积极了？刚刚那一轮我真的卖命跑了，我把他腿锁死的，他掉不下去，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是给他锁松了，你也没锁松。